洗 N 久之前买的工厂泥，放太久好像都有点化了，这个颜色是真的显黑。最近的事情除了上班就是上班，真的很忙，所以没有时间更新视频。没想到这个礼拜我连休四天，这四天当然是认真拍视频加直播啦。我还想拍一种到实体店买盲盒的那种视频，就不知道你们喜欢哪种类型的盲盒，可以评论给我推荐一下。我见的最多的就是古董盲盒、文具盲盒，还有那种中性笔盲盒。我还是比较倾向那种有趣一点的，像普通的人偶呀那种类型的，什么泡泡玛特那种就先不买了。或者说有谁家的史莱姆盲盒挺好的，也可以给我推。我还买了由于游戏做糖饼的那一套模具，虽然说这个末班车已经走了，但是咱们还是得发一发，可以用我的小迷你厨具做糖饼哟，真的很 nice。还有那个胶带球球，我很早很早就买了那个彩色胶带，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那个胶粘起来，因为每天都很忙也没有去做功课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小秘诀？我会在这四天看电视剧的时候粘这个胶带球球啊。连休四天的感觉真好呀，今天的第一天已经过去了，还剩三天。好了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